失眠对想念，才懂不是一切都能排练，在排练此刻还是瞬间。例子要怎么写，从前写的纠结，现在的人生略写一遍，那最后一话像个顿点，仿佛我们说再见，也留下一次再见。叶子要怎么写，那是另一个谁，到另一座没你的城市才